漂亮！哇，刚才这个球呢，我们看到 Lisa Huber 又往中间移动了，结果呢，姜文然刚才冷静地打出了一个双手反拍，直线的穿越，终于他是在这一盘里面一开始呢守住了八球局，这是一个好的开始。希望借由第一二盘的第一局保住发球局之后呢，台湾两位小将在士气上呢有所提升呢。出界，结果我们看到呢，庄家荣在这一局里面也是只落四球保住，目前呢在第二盘暂时是2-1。刚开始今天这两位老将感觉上他们还是有这种想赢啊又怕输的这样的感觉，打起来并不是特别放手。对，好球，姜永然呢终于在往前呢回击了对方一球，而且这个球呢他的空档放得很好。这个球扣得漂亮，得球，就应该这样啊，都出来抢，好球，好，出界。哇，结果这一局里面呢庄家荣力挽狂澜呢，从0-30后来连赢四球保住这个发球局，追成3-4。好球，漂亮。好，这两球庄家荣都打得非常的冷静。看到再尝试一个双手反拍更大的对角，又是一个强劲的重炮轰击，那么现在逼出了破发点了。二发的话，我们看到他就回到他正常的站位。哦，我们看到了现在在关键时刻，姜永然的发挥呢及时的回稳，然后我们看到在第二盘呢，现在双方已经打成了4-4，他们破回了发球局。哦，这球压线呢，我不打算来挑战啊，因为刚才庄家荣也看得很清楚啊，这个球是压线，我们再来看。哦，决定要挑战了，没有错。现在主审呢 John Brown 宣布这个球是 out。 哇，挑战成功。哇，这赌赢了，所以说呢这一局就保住了，不用再重打了。哇，这今天最有价值的一个挑战呢到目前为止。那么现在第二盘他们力挽狂澜，目前呢反而是以5-4领先。李产生来看看这球怎么打。被喊出界，那我们看到现在30-15，哦，他们决定要挑战了。Ladies and gentlemen, the team of Black Hoover is challenging the call on the left baseline. Balls for the outs. 主审 John Brown 呢，刚才宣布那个底线的截击呢被喊出界，现在来看看鹰眼的立即重播系统，这个球的结果是，哇，出界还蛮多的。毫无疑问啊。出界，刚才正确的判断，姜永然刚才呢闪开了，很冷静。那么现在呢，30-30，有压力了。哇，
相当不错，连追两分。刚才呢节奏放得特别慢，好球，破发点，漂亮，非常仔细的再往前连抽两个球。庄家荣这一球表现得非常的冷静，所以啊真的是不能着急。哇哦，我们看到刚这球直接把球打向了 Huber 的身体，让他造成呢几道。让我们看到呢现在第二盘，刚才呢在对方的迈向胜利的发局呢把对手给破了，双方的第二盘来到了抢七决胜局。好球，哇，这球庄家荣非常勇敢的，出界，哇哦，哇，这球赢得不容易，反出界 Huber 的两分的发球分都被破了，3-0。好球，哇哦，哇，漂亮，詹永仁，哇，这两分拿得非常的重要啊，又重新堆砌出他们的自信。球，哦，哇！现在来到了盘末点了，哇！张家龙刚这个出来抢，非常的出色，嗯，时机可以说是相当完美啊。对，直线还是对角？好球。张永然跟庄家荣在第二盘落后的情况之下倒杆拿下了抢七决胜局，将这场女双的冠军战逼到了决胜盘。好球，化解了对方一个冠军点，漂亮。庄家荣刚才还是很有礼貌的跟对方道歉，对，师傅好像有打中对手这球啊，嗯，好球，现在呢反而是来到局点，前面有进攻的机会，哦，庄家荣呢在这局里面往前的表现相当的杰出，现在呢终于在决胜盘里面先破蛋再说啊，刚才还化解了对方一个赛末点，对，好，比赛结束了。我们看到今天呢赛会的第三种的 Power Black 跟呢 Lisa Cooper， 他们虽然输了第二盘，但是还是以第三盘6-1击败了来自台湾的这两位姑娘詹永然跟呢庄家荣，然后呢拿下了两个人合作生涯的第二个大满贯，继05年的温布顿之后。